已经43岁的林心如日前被拍到凸肚照，被怀疑游戏。九日出席活动，特地在肚子上加了腰封，就是要瘦给大家看。没有，就是我看到那个照片，那是我们在拍广告的照片。对，所以以后不管何时何地，任何时刻我都要必须小心翼翼的注意的坐姿，然后呢，衣服要选好一点，那不要让大家有所误会，大家期待也都落空了吧。真的是有点小失望啊，在华哥眼中，那两人真的很幸福哦。撞了啦。他前阵子在拍一个电影，然后那个电影的年龄跨度比较大，就是要演到比较中年嘛，可能就是配合一下电影里面的形象。人家华哥明明就说是休息，没在忌口。因为我拍戏的时候，我是比较没有特别去控制。心如还是贴心解释，真的甜蜜爆表，聊到女儿竟然又爱又恨，小顶嘴的那一种，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。就是你叫他干嘛，他就会说不要啊，就会故意跟你唱反调那样子。要不然就是如果我叫他，你没有跟妈妈说早安什么，他就阿嬷早安。离开的前一天，然后他就送两个那个手做的康乃馨给我。但是阿姨连夜赶工帮他做的，但还是很可爱啊，跟我说母亲节快乐。觉得小孩可爱就快点再生一个吧，